梦金梦水火土啊，五行有金木水火土啊，金木水火土的形象啊，其中一个那个画一个圆打叉，那个不是的啊，那个不要看。金就是圆形的，属金，圆形的。我们这个西雅图当趟啊，有那个 hotel 是属金的，这个 hotel 是建圆形的，圆形。木是长方形的啊，木是长方形。水啊是旗形的，水是旗形。火是三角形的，土是四方形的。那么你看我们这个啊西雅图雷藏寺啊，都是土形的房子比较多啊，土形的，因为是这个从莲火上师这个分出来的啊啊，他们分出来了家，这个建的都是一样，一个模子反正套上去就是的。这个拿出来摆在那里，这个要摆在那一间，再摆在这一间，就是全部都是属于师尊的这那一栋房子是木型的啊，木型的房子再加上一点土型的，再加上土，这个可以变化，可以变化。水型的房子比较复杂啊，很复杂，它是这样建的。这个三角形的房子啊，属于火型的啊，三角形的房子也有，在西雅图当趟也有啊，那个门口好窄好尖啊，里面很宽很大啊，就是三角形的。那以前啊做那个 toy store 啊， toy store 这个玩具卖玩具的，就是那个三角形的一个房子。还有金型的是圆的，这个 hotel 西雅图当趟也有。这个五行啊，你配合相生的话啊，气盖起来配合相生啊，啊什么生什么，什么生什么，再配合相生去做艺术上的盖，是可以通的，不一定完全要土型，但是土型绝对啊没有问题啊。我讲过绝对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老大啊，他就家里就盖绝对没有问题的房子，啊，那绝对没有问题，那个风水绝对保证对称的嘛，啊，两只手一样长嘛，啊，就是这样对称的，就是。啊，其实啊他这边啊他也可以盖农场，因为虎边高嘛，哦，虎边高嘛，那龙边低嘛，所以你龙边啊尽量伸长无所谓的啊，伸长不要紧啊。他这个地形啊，因为是这样来，假如这样盖这边的房子当然是虎边高了，那龙边低了，你这个虎边再盖高一点都，哦，不是，龙边盖高一点都可以的，就是对称，都是盖房子就是要这样子对称呢，啊，就是一种很平均的一种学问。另外还有一个推车型，推车型是怎么样子呢？
这个斜坡下来啊，前面呢，你的房子在这里，那么两个房子在这里，那你在后面，这个是不太好的。你在前面就好，你不要在后面，因为后面就变成推车。这是一个品字形啊，品字形的。另外还有开刀形啊，开刀形啊，我画一个给你看。啊，画的小小的，一栋房子啊，你木型就木型啊，这个是土型就土型，但是你门开在那里啊，哎，八多边要欧子康。啊，肚子旁边啊，你挖一个洞，你说啊，我那里啊，就做这样子啊，这个入门啊，门在那里啊，啊，结果你那个肚子那边挖一个洞，这个就是开刀型，啊，这个就是开刀型，啊，开刀型啊，很麻烦的，不过你假如是一个医院啊，你进来。房子啊，你是外科医院啊，啊，你是那个高雄啊，啊，软外科啊，硬外科啊，拆外科，拆外科也请过我，硬外科也请过我，急外科也请过我，你的外科医院呢、啊？这个样子啊，生意很好。啊，生意也很好啊。啊，那连啊聊那个瓦科啊，啊，那个前进区那个蔡外科啊，啊，以前高雄那个徐外科，他们都请我看过风水。蔡外科就是这个型哎、欸，哇，他生意好得不得了，我看他那个走廊都躺着病人。连走廊都躺着病人，他的就是一个开刀型。你的房子盖这个样子，你说，哎，我这个旁边的墙壁打掉，还做一个比较艺术一点，跟人家不一样，啊，弄一个洞出来，亏多嘞，八刀兵也开刀，这个不可以的，啊，我们一般人不可以用啊。另外啊，告诉大家那个生流格啊，生流的。这个生瘤啦，长 cancer 的